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麻烦，好像唱不上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走动不安，加深，却只有一点快乐就能迷魂。Hello， 冇错啦，咁系我哋嘅节目一些事一些情啊嘛，今晚咧星期日继续会有嘉宾啊，当然咧 Hugo 唔喺度啦，我哋有嘉宾，可能大家睇住我哋视频直播啲 fan 啊，都应该知道我哋嘉宾咧今晚系我哋嘅靓女啊 Coco 姐咁啊，平时啲人点 ？Hello， 平时啲人点称呼你噶？叫我花花，唔好叫我 Coco 姐。花花姐。其实好细嘅啫，当然啦，系啦，啲 friend 咧系咪预先都知道你嚟噶？其实我冇同大家讲嘅，不过咧我喺你嗰个微博度咧就有人 at 我，跟住咧志哥咧就话周六日直播，跟住下面人就 at 啊应该请边个，跟住啱好 at 咗我，我复佢，友情提示周日系我啊，记得嚟捧场啊咁样。所以咧啲 friend 都话，我知啦，今晚系阿花花姐咁样，其实我一路都想约你做节目噶。你约过你唔知咩？我知咪即系之后啊，即系约完之后啊。哦，我仲喺度谂紧点解约咗第一次之后一直都冇第二次，系咪因为第一次唔系好满意定系？唔系，我一路咧就想约你咁啊，但系咧就时间上嘅原因啊，各种嘅原因啦，今日终于有机会啦。就阿 Hugo 咧就去咗玩啦吓，佢去咗美国玩咁样。即系如果 Hugo 唔去玩，你都唔会请我嘅。呢个原因喺边个度咧？梗系喺 Hugo 身上啦，唔系关我咩事啦，系咪先？嗱，我都请咗你啦，系咪先？啊，好啦，咁啊，稍后咧我哋咧就会同
Hugo 咧有一个连线嘅，咁啊佢会打电话咧同佢倾偈嘅。咁啊倾偈之前咧，我哋继续可以同花花姐倾下偈嘅。咁啊，我真名叫张海莹嘅，咁啊唔好真系以为我真名叫张花花，成日有人问我你系咪叫张花花？其实我张花花几好听。我阿爸阿妈应该唔会咁样帮我起名，可能细个读书俾人笑啊。O K， 咁其实系一个好记嘅名嚟嘅花花。咁、你知唔知点解我叫花花先？点解会有咁花名先？估下。好似花咁靓啦。好似花咁靚、啊有道理有邏輯，真係啦。其實係因為咧，我嘅媽媽咧係一個空姐嚟嘅，咁啊好多年前就係空姐啦。咁、以前咧就成日會飛外國嘅時候咧，就會買啲衫翻嚟俾我。嗰陣時咧，外國啲審美同我哋好唔同嘅，佢哋係花啲碌嘅，我哋可能就正式多啲、簡單啲，係啦。咁所以我由細咧就穿到花啲碌嘅，咁啊好細個穿好多巴胺嘅。直情咧唔係，即係多巴胺得嚟咧，仲會有好多花喺上面嘅嗰啲。咁跟住咧就同其他小朋友好唔同，咁、大家就起名叫花花咁。哦，即係因為就係你著裝嘅原因。嗯，有其中一個原因咯。嗯哼，哦，咁一路一路叫到而家。中間有段時間唔叫嘅，咁啊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咁啊成日啲人話：，你叫咩名啊？咁啊起翻個好記啲嘅名咯，起翻個藝名啦。點我諗起咗呢、這個，係、啦。同埋以前咧，你自己註冊嗰啲咩社交帳號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咁想用真名，係啦，嗰陣時就唔係咁想用真名。哦，咁啊，所以咧就係一路就用花花。咁、但係咧呢個抖音號咩？張海瑩。係啦，抖音號咧就叫張海瑩 Coco 嘅。咁我平時咧就疏於經營嘅時候。被人鬧嘅，所以經營。咁今日咧，我就諗住都上到嚟做節目啦，都算係經營啦，咪做埋佢。諗見到你喺度播，我播埋咁。係啦，其實我係蹭你嘅光。唔，啊，除咗張海瑩 Coco 嘅抖音號之外咧，我哋喺一些事一些情嘅Hugo 啲一些事一些情嘅抖音號啦，仲有我哋嘅小程序啦嚇，所以咧睇到我哋直播啦，咪睇到啊靚靚嘅我哋嘅花花姐啊。有人話你把聲都唔同咗喎，真係又緊張啊！见到靓女紧张，呢个系好自然嘅反应啊，系咪先？嗯，喂，佢话你大长腿，唔系，的确系大长腿，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佢。景咧係一個中景別啊，就冇全身㗎嘛，可以我知可以點，即係可以咧結束咗之後咧拍張合影，跟住發一發，又得喎，係喎，又得。咁我哋花花姐咧就係我哋廣東電視台體育頻道嘅主持人啦，咁一路就做體育世界啦，嚟緊仲係做體育世界，冇錯冇錯冇錯，仲冇其他嘅。节目噶，咁固定嘅就系体育世界咯。咁平时咧，好似我哋会有好多各种各样嘅大赛啊，最近有啲乜嘢类似大运会啊、全运会啊，跟住落嚟，你知唔知道我考下你啊？哦，你讲考下一个大型嘅赛事最近嘅，你讲出嚟一个亚运会咯，冇错，杭州亚运会啊嘛，有可能我会去杭州亚运会，咁啊睇安排咯。哦，你知唔知道我点解知道啊？唔知道啊，我就成日睇体育世界知道，你唔系睇我啊，肯定。你唔好理我，日日就等住睇你，但睇唔睇到另计系咪先？哦，咁你可能去杭州，我要去几耐啊？如果去嘅话，系啊系啊，头头尾尾要差唔多成个月，因为好似呢啲大型嘅赛事咧，首先你要提前去嘅，咁提前去之后你要扫街，我哋就称为扫街咧，有非常之亲切感。咁理论上就系拍下呢个大赛啊，呢个城市啊，有啲乜嘢嘅改变啊，为咗呢个比赛有啲咩便民嘅服务啊，系嘛，有啲咩安保嘅啊，或者啲志愿者服务啊，就会提前会带大家去了解咯。咁啊，到一正式开幕，咁啊，跟住之后后屘咧就会有各种各样嘅赛事啊。咁啊，就关注赛事本身啦。即系除咗赛事嘅好多嘅直播之外咧，仲有关呢个城市啦、杭州啦等等吓，即系为呢次亚运做咗咩准备啊？吓，即系志愿者啊等等各方各面吓，咁啊都会去到现场报道嘅吓。好，哇，真系正啊！喂，其实你哋都做体育节目真系几好，我觉得吓，系啊，成日周围去咁样。系啊系啊，其实系几好噶。咁其实当年点解我会入到体育频道咧？其实都有一个。即係比較神奇嘅故事，好多人都會問我話：，你本身好中意體育咩？其實並唔係真係話，即係嗰種係熱粉啊嚇，唔係熱粉嚟嘅。咁但係點解會入到嚟咧？其實我本身係好中意做主持嘅。咁大學嘅時候都係學呢個專業，你學呢個專業啊？係啦，喺暨大學呢個專業嘅。咁畢咗業之後，本身其實講真咧，我係諗住出去留學嘅。咁啊考咗，其實攞咗 offer 㗎啦。咁啊考埋俾一少少錢㗎啦。咁點知嗰陣時咧，就大學畢業嘅時候咧，個老師咧就啱好體育頻道就招人。咁個老師咧就要求我哋全部人都要去面試。咁啊美其名曰咧就你要攞啲經驗啦，至少都好啊。其實我都啱啊。試一試一下啫嘛，係啦，咁啊去試一下咯。結果嗰次之後咧，就
佢基本系全市一个校招嚟噶啦，拣剩咗我一个，哇！咁佢又同我倾咯，咁啊点，跟住后嚟就留低咗。哦，咁就发现都几好玩嘅。即系罗列咗一大堆好优厚嘅条件系嘛？唔系，我谂一定系嘅。都唔系啊！嗰阵时有个好现实就系、是、你读书为咩咧？读书为乜咧？哦。为充实自己咯，为咗揾工，跟住话而家有工啦，咁你咪做嘢咯，大概就系咁样嘅意思。哦，都系一个道理啊。咁跟住就留低咗喺头。系啦，咁同埋都有一个考虑就系体育其实几有趣嘅，因为你又唔似嗰啲民生啊，或者系啲时政啊，每一日可能净系就坐喺个主播台度播系嘛，播啲事。咁但系其实体育咧，佢好多时候好似嗱，之前我出过去，譬如话去澳大利亚啦，就系、是、做嗰个澳网。澳网啊，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偶遇。冇偶遇到嘅嗰一次，有冇偶遇 Hugo 啊？佢都系喵，佢喺嗰度嘅，咁但系后嚟就我翻到嚟佢翻。系啦，咁好似呢啲咁啊，仲有全运会去咗西安，咁又可以去唔同嘅地方。但系嗰阵时西安个情况比较尴尬，系一个封闭嘅，系咁，所以就可能有少少无聊。系咁但系结束之后都去咗市区里面玩嘅。咁啊，呢件事令到我觉得每日系有唔同嘅挑战嘅。你会见到唔同嘅，每接触一个项目，我就中意一个项目。譬如好似赛车，咁咧我好中意赛车嘅。咁我去咗好多好多，譬如话广东噶啦，广东其实民间赛车嘅氛围好浓烈嘅。肇庆啦，系嘛？其实比较劲嘅系珠海。珠海，因为佢靠近嗰个大湾区嗰边嗰三角，所以佢嗰个民间嘅氛围系比较好嘅。咁以前往年咧就每年咧一年有三次要去嗰度做一个泛珠三角嘅赛车节。O K， 咁啊做下又做到一啲专业嘅比赛啦，譬如话系全国嘅一个叫 CTCC 嘅房车锦标赛等等。咁另外就即系各种各样嘅赛车赛事我都接触。咁同埋有啲咩 LMP3 啊，好似嗰啲林王原型车啊，或者系有啲好似类似方程式嗰啲，咁啊，总之令到我觉得好有趣。啊，即系系咯，唔觉得而家揽埋就开车啦。啊，唔系，行路有啲远，所以都系要开车嘅。跟住后嚟咧就又系因为我可能比较，因为我当时入到去之后咧，我最细啊嘛，有啲乜嘢类似，但系你啱毕业啊嘛，系啦，体验型嘅一啲节目咧，就全部揾我做嘅。咁以前做嗰啲节目，咩叫体验型咧？就每一集一个运动，咁啊叫个主持人去挑战。哦，挑战完之后咧，要有一个考验嘅，跟住考验。即系你先去学。学完啊，真系会即系测试啊，咁样。系啦，嗰个节目组会俾一个考验俾你。O K。咁跟住你要睇下通唔通过，咁跟住你嗰就系嗰个项目，我做咗几多个，我接触咗好多好多嘅体育项目。嗯哼。譬如话潜水咯，真系去潜噶，有大肺嘅嗰种，即系大樽嘅，有嗰种自由潜嘅。跟住咧又包括有击剑，击剑系我觉得最攰嘅，因为佢个基本功要好扎实，你一直系咁，即系好似扎马步咁样。啦系啦系啦，跟住咧你做得耐之后咧就好冤嘅，真系好冤。咁跟住仲有卡丁车啦，卡丁车系其实系所有赛车手嘅一个训练嘅基本训练，基础训练嚟。即系先系从卡丁车开始。基本上即系大部分嘅车手都系先从接触卡丁车开始嘅，跟住咧就。嗰陣時最後我仲記得係咩？揾咗一個好勁嘅小朋友，即係喺世界跑卡丁車都好勁嘅小朋友，十幾歲嗰啲，咁啊同我比，咁咧佢就要我提前一圈出發，睇佢即係讓你圈，係喐，係啦，我提前一圈出發，跟住喺一定嘅圈數內，睇佢可唔可以追到我。哦，即係超到你嘅，係啦，咁啊冇超到嘅，我成功咗嘅，即係阻咗，即係唔俾佢超到你嘅。我阻唔到佢，但系咧就因为可能一圈嘅距离太大啦，咁、我可能都有啲技术咁样样。我明嘅，明嘅。其实轻就好劲噶啦，呢、這个即系卡丁车，你轻咧就会有好大嘅一个优势喺度。冇错啦，冇错啦。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啊！呢时候咧，我哋Hugo 嘅电话接咗入嚟嘅。Hello Hugo。Hello 花花姐。Hello Hugo 头先志哥话咧，你如果唔出去玩咧，佢都唔会请我。
嗱嗱，你解释知道边个好人啦、啊？嗱，你解释啦，系咪啊？请花花姐系我，你话边个系好人啊？嗱，我就想问你。喂，我有冇请过花花姐咧？有冇请过？上次系边个请噶？真系要问翻你。梗系我啦。我哋两个仔喺度讨论，点解请咗一次之后就咁耐都唔请第二次嘅？系啊，花花姐怪你啊！嗱、花姐，我哋唔讲啲私人恩怨嘅嘢啦吓。嗱，我哋讲翻咧就系呢个体育比赛嗰方面嘅嘢嘅。咁其实咧，阿志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系应承过大家一件事嘅。咁咧就睇下你可唔可以促成呢件事啊，花姐。阿志系应承过咩事咧？就系50米啊。咁咧一个50米啊。咁啊，佢搵个小朋友喺水度游。咁佢咧。就在陆地上面跑睇边个快。唔系啊嘛，50米喎、啊。系咯，系咯，我都唔明白。点解你佢哋会咁样轻视你咧？啊，系咯，我都唔明啊，系咯，即系离晒谱啊，我觉得系咯。你系有啲咩？我咪即系放马过嚟，好放咩过嚟都得啦。我即系求其一个单脚马手都赢佢啊！你系咪好远嚟？点解大家会咁轻视？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咁样，搵个小朋友同你卡丁车约，你让佢一圈，佢让你一圈，就好似咁样，呢就系轻视，结果咪失败咯。我觉得你喺水度游，佢喺上面跑，可能会公平啲。系咯，其实我咁样都可以赢佢嘅，其实我即系我咁样，但系佢居然问我喺岸上跑，佢喺水度游都赢我，我都唔知凭乜。你同佢对赌，系咯，俾翻一个题你。我绝对可以啊，我唔明佢凭乜系啦。你俾翻个题俾佢，你两个可以一齐。就好似当年嗰小朋友轻卡丁车轻视你咁，就系咁样啫。结果咪输啦。一定 Hugo 喺出边踩单车，三个一齐。大家咧而家咧呢个口舌之争咧系冇用噶，大家都咬颈冇用嘅。嗱，真系花花姐，你作为一个专业嘅体育节目主持人，你睇下可唔可以达成我哋所有嘅呢个 friend 嘅一个愿望？就是睇到有呢个比赛啊！不如花花姐都喺水里边游得唔得？花花姐喺水里边游手啊，游水啊！讲唔系花花姐喺水里边游，你从边度跑得喐啊？你阿志，我唯一追上去睇，我一定跑得更快。我意思系咁，你最多系同步嘅啫，或者你跳埋落去。哎呀，真系太轻视我，唔知点解佢哋真系离晒谱。嗱，轻唔轻视你另计，花姐有冇办法嚟组织呢个比赛啊？有噶，实有办法，好简单啫嘛。系咯，好简单啫嘛。大家愿唔愿意嚟啫嘛？啊，嚟啊嚟啊！有边个唔愿意嚟啊？我就想知。我谂你唔愿意系咯？应该揾个咩人会比较好啲咧？即系要咩级别嘅选手系嘛，或者系咩年龄段嘅？你想佢赢定想佢输咧？我都唔明知阿 Hugo 嘅意思。你想阿志赢定系想阿志输咧？佢都系想睇我出手啦，但系佢必有机会睇到啊，系咪先？我赢硬噶嘛？你问呢个月组或者甲组嘅呢个自由泳青少年纪录保持者，我谂就已经足以赢阿志噶。我要查一查呢、這个月组喺甲组咧青少年纪录嘅纪录系几多秒先？十米我估可能系一分钟以内，肯定肯定一分钟以内啦。系啦，咁可能就系20-30秒可能。唔得。而家即刻查。职业选手50米自由泳好似都系咪廿几？定100米20几秒啊？我唔系好 sure 喎。系啊系，反正纪录系20几秒，好似25秒几，唔知系应该系50米定100米，我唔知啊。职业选手啊，世界纪录。总之阿志，你就谂下你自己20秒之内跑唔跑得完50米？我20秒跑唔完50米，真系。阿志，你直接讲你嘅50米纪录系几多咪得咯？翻去测下。我唔知啊。你而家围住呢个？因为好即系好耐冇试过啲竞速咁样跑。唔系，我同你讲啊，好耐冇试过竞速跑咧，一跑就会脚软噶。我知啊。系啊，你定咗边人个马想我提前去练下啊嘛，系咪先？我俾你提前练，一脚软就系扑亲噶啦。系啊系啊，因为好耐冇试过竞速啊嘛，系啊。跟住你嗰个心咧系好想赢嘅，但系咧你个身体系跟唔上嘅，就会扑。即系你都轻视我，即系你都觉得我会输。唔系，我系为咗你嘅安全着想，一啲专业嘅角度去， okay, okay. 希望你保护好自己。我赛前咧会有即系适当嘅拉伸啊，准备运动啦，我识噶呢啲嘢。到就系次拉。拉伸30分钟，嗰、那个比赛25秒就结束咗。拉伸已经伤咗，好虚无，拉伸伤咗，拉到一半，喂，帮我叫白车。哎呀，唔得，哎条腰唔得啊！
唉、哎，真系弊啊！唉、哎，你睇下，你睇下，你真系好似呢个世界上除咗你自己，冇人会对你有信心。唔系，即系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好多人咧都系想睇人哋笑话嘅人居多啊。例如花花姐咁善良嘅人，佢讲起身都兴致勃勃咁，我真系我都服咗你，我有少少期待。难啊！你先，呢个世界真系呢啲个呢啲个人同人同此心啊，关咩事？唉，系啦，系花花姐，有冇嚟过纽约啊？你冇啊，我去过旅游，但系冇去过纽约呢个城市。即系去过美国，你去过美？嗯，系。初三毕业嘅时候，高三毕业嘅时候去过旅行。哦。哦，佢本来谂，佢本来谂住系咪就去，哦，大学毕业系咪去美国进修啊？唔系，本身系想，高三毕业之后咧系去旅游嘅啫，咁本身咧就进修系谂住去英国嘅。嗯，因为嗰边读研究生一年快嘛 ，OK 系，嗯，啊，去过美国边度？跟住咧，去咗 LA 同埋三藩市。跟住仲去咗啲我都唔知咩地方，又细个咁啊，跟住啲朋友跟住啲长辈去，咁嚟坐车嘅啫嘛，咁啊去到边就喺落去参观啊，其实嗰次唔系纯旅游，系体验生活咯，可以话，即系唔系话景点打卡嗰种嘅，羡慕你啊纽约，我以前净喺电视剧都见过。有一部戏好出名嘅叫《绯闻女孩》嗰部戏，系发生喺纽约嘅。系啦，大家，我系啊，我都未去过，系啦，真系好渣麻嘅嗰部戏。你讲咩？你都未踏足过美洲大陆。扮嘢，有人扮嘢啊！你有冇去过啲咩菲律宾嗰啲？你又晒下佢先。我去过，有人扮嘢啦！哎呀，我的确系美洲大陆都未去过。美洲大连，我见过。美洲大廉屋企好多，同埋德国小廉成个联合国咁屋企，全部都系啲廉嚟廉去嘅嘢啊！你好翻啲未 ？Hugo， 佢去到美国就话咩发烧感冒啊？你笑佢啊嘛？我笑到佢咩咁啦？已经你话佢有咩用啫？多水土不服，留唔低系咪？叫佢唔好贸贸然去啦，懒叻去咩啊？去啊咁啊！系，我系因为要对抗呢个时差，所以第一日咧就挨住唔瞓觉，要跟翻美国时间瞓，咁所以咧可能身体咧就透支得太紧要啦，咁所以咧就发烧啦、喉咙痛啦、头痛啦咁样，咁啊经过一个礼拜，真系一个礼拜咯，我上个星期日到呢个美国噶，系啊，一个礼拜，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基本上咧就嘅症状咧剩翻鼻塞、流鼻涕，咁啊喉咙痛已经冇咗啦，咁啊头痛啊已经冇咗啦。咁样啦，佢呢个症状听落咁似嗰个新冠噶，唔系佢系咁嘅，佢咧到即系佢两个星期到啊嘛，啊到翻嚟嗰阵就好翻，佢去嗰边调理身体，好唔好玩啊？好唔好玩？好好奇啊！玩咗啲咩？其实咧，纽约咧好似广州噶，系啊，点解？下次你悭翻啲钱唔使啦，就系一个大都市。系啊，好似广州啊、深圳啊、上海啊，即系广州即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国际性大都市，同纽约一样。嗱，时代广场咧就人好多啦，个个人咧面上咧都系好漫无目的咁样兴奋啦。我去时代广场嗰日咧就啱好嗰日朝头早落一场雨，咁啊污水横流啦，系嘛。咁纽约咧好得意噶，成个纽约咧佢都好中意将啲垃圾桶咧摆街边噶。咁特别时代广场嗰边好多人啦，咁啊。当然嘅唔守社会公德人居多啦，喺美国吓，咁咧唔知系咪美国人啦，唔知嗰啲系咪美国人啦，游客定咩啦咁啊，咁咧然之后咧乱咁抌嘢啦，乱咁抌垃圾啦，所以咧空气里边咧系弥漫住一阵咧淡淡嘅潲水味啊，即系酸酸缩缩嗰啲啊，系啊，系污糟邋遢咯，咁啊跟住但系咧就四周围咧就好多大嘅 LED 屏，好多好多。几百发，其实都几壮丽嘅咁样，咁嚟自全世界唔同嘅人，即系好似我啲咁嘅人咧，就都举住个手机不断咁影相咯，咁样系啊，即系时代广场系咁样噶嘛，跟住咧就譬如话一啲新区啊，就好似广州啊、深圳咁咯，啊，哦，我以为系见到好多中国嘅品牌，你知唔知呢排发现咧出去旅游啊，跟住譬如话我之前去香港，跟住街道有啲铺头咧系嗰啲我哋当地。即系可能广州嗰啲中国嗰啲，即系总之就系
好出名嘅一啲品牌咧，就已經喺香港度出現咗啦。跟住咧，我就估咧，佢哋應該個影響力好大，可能你去到紐約街頭都可以見到，譬如咩咪雪片場之類嘅，都會有啊嘛。廣州咁樣。係啊，咁而家我真係見唔到喎、啊。見唔到啊！佢哋咧就話咁嘅，喺法拉盛啊，即係個新嘅唐人聚集區咧。咁咧就會有好多，譬如話海底撈啊，譬如話呢啲中國嘅餐飲品牌咧，就會喺嗰邊嘅。嗯。咁我估蜜雪冰城啊，咁啊或者係嗰啲咩名創優品啊，如果真係有嘅話，都會唔會喺嗰邊咧？我唔知啊。因為我冇去過嗰啲區，我淨係喺曼哈頓咯。咁但係曼哈頓咧去到係好壯觀嘅，即係啲歐文尼嗰啲咧。咁你諗下，人哋1920几年已經起摩天大樓啦，咁樣係咪先嚇？嗯哼。係嘛？即係的確係，即係嗰種。帝国主义的风范是有的啊，咁啊，即系好似都系所谓嘅大都会咯，高楼林立咁样样啊，系啦，又灯，即系特别夜晚啦，咁啊又夜色好璀璨啊，咪即系都系咁嘅景象啊。你冇喺度想象咧，夜色吹咩灿啊？唔璀璨，你话高楼大厦喺度，佢唔璀璨，咁唔有灯嘅咩？唔得，冇夜生活嘅。高樓大廈咧就邊寫字樓嗰班人咧就加班加到只狗咁、因為我有 friend 喺呢邊翻工啊嘛，真係哇夜晚10点放工啊，好正常嘅。所以咧啲寫字樓邊咧係燈火通明嘅，但係啲街道咧就已經係烏燈黑火啦。嗯哼，咁、你有冇體驗一下啲燈紅酒綠咧嚇？我一家大細，即係的確有啲唔方便係嘛？我完全唔會有咁嘅諗法。Okay, 我同你係兩種人嘅喎。一個大都市，特別一個繁華大都市，佢一定有好多繁，即係好多點啊，燈紅酒綠啦，好豐富嘅夜生活啦，呢個必然㗎。如果唔係，佢點稱得上繁華咧？咁點解一家大細唔可以體驗燈紅酒綠咧？你問下佢。咁小朋友要早瞓啊嘛。哦，係啦，呢個原因都 OK， 小朋友要早瞓。日头咯，日头啊，系啦，日头灯笼走路啊，日头体验系阳光灿烂，都系一种另外一种享受嚟嘅。喂，你话时话咧，好讲阳光灿烂，我依家咧就系呢度嘅时间咧，就朝头早嘅9点几10点啦，咁啊未到10点啊。哇，但系咧，我今朝早一起床咧，我睇手机度收咗10几条咧。呢、這個緊急情況警告，哇嚇到我咧！即刻攞翻件軟件出嚟睇咩？睇人哋寫乜嘢？佢原來琴晚呢度經歷咗一場龍捲風，2:15。哦，即係佢會即係有啲預警嘅，係嘛？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嗰啲 send 嚟你手機嗰啲短信，有8条咁多，2:15開始。但我竟然咧，第一。是我起床问我太太同我女喺另外一间房啊嘛，佢系啊，琴晚行雷闪电到好似白天咁光啊，跟住咧雷声又大到不得了，跟住我系完全都冇谂住叫醒你嘛，即系有咩事？唔系听到声啫，冇咩事就冇咩事噶啦，系咪先？系啊，冇咩事就冇咩事啦，即系佢唔喺呢个区吹过咯，个龙卷风可能。OK， 嗱，Hugo 啊，我哋而家咧准备呢个夜晚系10点嘅报时啦，报完时之后我哋再倾偈吓。OK， 不如直接打俾我。OK， 咁啊，登家就会，登家我哋就倾你嗰啲吓，你嗰啲问题啦。唔系我嗰啲问题，唔系我哋两个都可以倾。系，意思系咁。以前咧好兴嗰啲咩倾咩咧，即系有啲节目佢系话有一个，即系点讲咧，左又得右又得嘅情感问题。跟住咧就會成班就睇一班人，我睇下呢班左嘅咩理由，右嘅咩理由啊？就係嗰啲又話麻煩翻下同 Hugo 阿志合照，有啲難 Hugo 喺美國。係咯，點發啫？係啊，我又唔露樣，係咪先？咁你如果游水嘅話點算咧？即係跑步蒙住面跑咁咯喎。嚇、啊！如果佢要跑步嘅話，你又一個喺你聽佢噏啊你！啊你個人你真係～好认真噶，唉，我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坏人多过好人啊！坏人，大家就睇，哎呀，我就唔睇你点衰，偷拍阿志啊！而家喺度讲紧，我睇你点衰咁样，个个都系咁嘅心态。偷拍冇啦，都冇，即系偷拍，我惊佢而家现场发烂渣，系啊，打我，咁就打唔会发烂渣啦，系咪先？跑唔喐。佢哋话而家有啲人带咗个仔听紧你节目，系唔出奇啊？唔可以讲咩？冇讲笑啫，差唔多啦。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
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蛋？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系，今日翻翻嚟我哋节目《一些事，一些情》啊！我哋今晚嘅嘉宾咧就请嚟咗我哋体育频道嘅花花姐，系啦，花花姐咁样，系啦，唔好叫花，唔好叫花花姐啦，叫花花唔亲切啲咩？花花都亲切，花花姐可能大家真的会以为我好。唔系你是年纪轻辈份高嘅嗰种啊？冇啊，佢有咩辈份？有。系啦，咁啊，当然啦，我之前咧有半个钟嘅节目咧都有连线咧喺美国嘅 Hugo 嘅，咁啊一齐同佢倾下偈咁样样嗬。接阿 Hugo 入嚟先。系啦，接翻 Hugo 入嚟先。Hello， 听唔听到啊 ，Hugo？ 9:00啊，可能回笼觉啊。系嘛？佢系朝早嘅10:00咯，啱啱。9:00-10:00啫嘛。啱啱对12:00嘛。幾好啊，這個點數是適合好適合即係傾偈嘅。Hello， 你好。唔好理佢住先啦 ，OK， 唔好理佢住先。我哋稍等再接佢入嚟吓。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是、你做开喺体育频道啦吓。其实你边个体育项目系对于你自己相对系最叻嘅咧？头先听你讲揸车好似赛车咯、哦，我觉得系咯，赛车或者系网球咯，都系因为工作嘅原因有接触到相关嘅一啲比赛项目，咁啊本身自己又中意，好神奇噶。我觉得做体育真系你接触一样嘢，只要你唔抵触佢，咁你接触一个项目，你就会了解一啲关于即系竞技嘅嘢之后咧，越深入了解咧，其实你会觉得好有。有趣嘅系嘛？我觉得每一样嘢你去深入了解佢嘅时候，就会觉得佢好有趣啦。嗯，我谂即系有趣还有趣啦，其实都要睇本身自己嘅悟性啊嘛。即系你觉得真系揸车，真系你系？我觉得我有， uh-huh. 但我老豆话我冇。你咪同佢捻翻转咯。唔得，唔可以噶。嗱，我同你讲，其实咧，赛车咧，我嘅前辈成日同我讲，其实佢喺呢个世界上最安全嘅运动嚟嘅。嗯，即系唔好觉得赛车就系斗街，即系喺街度飙车。即系唔系街。冇错啦，佢一个完全唔同嘅嘢嚟嘅。赛车佢本身啊，作为一个竞技项目，佢系呢个世界上最安全嘅项目。点解咁讲咧？佢嗰本秩序手册啊，咁鬼厚嘅，即系好厚好厚嘅，好大本嘅，即系成个手掌长咁厚。系唔止嘅，好大本噶，咁大一本，跟住咧可能个厚度有成10多厘米咁样样咯。咁佢系每一点咧，佢讲到好详细，因为其实佢一个好复杂嘅运动，咁包括你个车改装啦，包括比赛嘅赛道啦，包括规则啦，包括每一个工作人员嘅一啲譬如好似。唔系会揈嗰啲旗嘅，啲格仔旗啊，咁仲有咩安全车啊，咩维修车啊，仲有嗰啲撇房里面嘅一啲嘢嘅要求啊，好详细嘅，即系包括你咩呢个辘压呢条线压呢条边界啊，左辘压右辘唔压，或者系左辘出去左后辘冇出去，佢好详细，所以其实佢好安全嘅。OK， 咁如果你严格按照唔犯规嘅话咧，就是、一件好安全嘅事情咯。前辈成日同我讲话，千祈唔好觉得赛车就系睇街度斗车。就係、是、點？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安全嘅項目。哦，即係當然啊，因為咧佢喺好多嘅規則之下咧，佢畢竟係一個體育競技嚇。但係問題咧就話，畢竟佢速度太快啦，你又會覺得哇，即係多多少少都覺得有啲驚啊嘛，咁快咁高速。啊，我就係、是、其實我就係享受呢個感覺。OK， 即係你係刺激嘅，但係你係佢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咩過程咧？其實你賽車就係一個不斷喺度挑戰呢部車嘅極限同埋你嘅極限嘅一個過程。Mm-hmm. 你要喺佢個極限之前，你要知道呢個係佢嘅極限啦，跟住你又唔可以超過呢個極限，因為超咗就會有問題。Uh-huh. 即係譬如你轉彎，咁你個極限嘅速度係幾多，或者你幾時個 brake 要放 brake， 幾時要入 brake 咁樣。咁、mm-hmm. 其實就係不斷係每一次轉圈，你就係、是刷新你嗰個圈速。Okay. 其實佢係咁樣一件事嚟嘅。咁、嗯、我覺得就係幾好玩啊，幾刺激咯。你再其實不斷大膽啲，大膽啲，大膽啲，咁、只要安全就得啦。嗯，係啦，阿、Hugo 有冇入到嚟啊 ？Hugo， 喂，聽到好耐賽車噶啦。OK，OK、okay, okay. 啊。系啊，咁我而家我即系我谂咧，我翻嚟之后咧，第一件事咧就要坐一坐花花姐嘅车，系嘛？嗯，系啊，市区就唔好咯。其实你知唔知我仲考咗个漂移证，不过个证而家已经过期，系因为节目去考咗呢个证。但系即系过期唔紧要，但系你真系掌握咗呢个技能啊嘛。你可以续嘅呢个证，咁、其实就一年一续，但系咧当时你要考咧就确实系要真系要识漂一个八字，哦，即系你要漂到一个八字咁样样，即系画个八字出嚟咯。系啦，个八字咧佢。有范围，你唔可以飘出去，你唔可以飘入嚟。总之你要飘完整嘅呢一个赛道里面嘅八字。咁嗰阵考咗一个中汽联，即系中国汽车
都中意联合，系啦，咪摩托车联合会嘅一个即系发出嚟嘅证。你有呢个证有咩用咧？你就可以去参加，即系再可以入呢啲漂移嘅比赛，呢啲赛道里面去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肯定即系等于驾照。你要参加比赛咧，一定要有一个咁样样嘅证件，系啦，有牌咁样样。好可惜就冇考场地证，场地证，因为赛车有分越野噶嘛，同埋有场地啊嘛，场地就我哋见到赛车场里面啊嘛，咁啊冇考到嗰个证，嗰个又难啲。嗰个会难。哇，都犀利喎你。啊点啊？阿志，你可以去考呢个漂移证喎。点解咧？嗱，你乜咁有信心？阿法法先话，阿法法先系整个八字咁咧，去到人哋咧望到个样知你八噶啦。唔系啊，我都要见到个云啫。我话呢个八字喺度云啦，系咪先？佢跑步漂移咯。一见到阿志，喂，我仲唔够八咩？咁攞个证啦，唔该又啊。OK， 咁你攞证有冇即系自己去即系参加下啲比赛咁啊？冇参加比赛，因为其实呢一件事咧，其实都需要一定嘅时间、精力同埋财力嘅，因为咧你去参加呢啲比赛咧，譬如话你。車船啊、油啊嗰啲，就個胎都咩啦？你漂移個胎咁樣。係啦，咁啊，又佢有好多參賽方式嘅，有啲你可以自己有車，咁啊自己有車隊咁都 OK 嘅，但係嗰啲就比較複雜。而家其實已經，我覺得而家賽車已經比較偏向平民化㗎啦。其實好多以前大家會認為賽車呢樣嘢係要可以話你好有錢啦、好勁啊，先可以去玩啊，好有時間精力。但我而家慢慢發現，我即係參加多咗一啲即係民間賽事之後，而家咧嗰啲人去。搞呢样嘢咧，系搞到佢越嚟越系接地气嘅。你只要咧，譬如话会唔会系你有钱咗咧？唔係你越嚟越覺得呢樣嘢平啦，係個形式唔同咗。即係以前你參加個比賽，你要有自己嘅車，你要有自己嘅整車嘅師傅，跟住你要租佢嘅場地去譬如加油啊，跟住你要拖部車，即係喺譬如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咁。但依家咧，佢係可以點咧？可以你淨係租佢車。依家你單下隻眼啊，大把師傅同你整車啦。因為係有啲車房咧，你可以即係租佢嘅車，佢車船啊、油啊、維修啊，佢幫你包。你个人去就得啦，咁但系你都有个证咁样。所以而家花花姐即系去到呢个阶段，就要人去就得啦。大把咁嘅車隊啊，冇即係保障啊等等，全部都備好曬噶。都未有咁誇張。睇下隻眼就得啦。係啦，喂Hugo，你翻嚟我哋兩個真係要坐一坐花花姐部車喎，感受下咯。漂移乜漂你出去？唔一定漂移嘅，車我哋去玩下都得嘅，我覺得。你哋就唔好自己開車啫，即係想落去做車。當咗個司機係嘛？係當我司機啫。咁反正都叫呢啲啊，有一个好啲嘅系嘛，靓啲嘅啲司机。尾号397系咪咁？喂，我唔同你讲啦，我真系要揸车啦，依家，因为我要去一个地方。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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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多谢晒花花姐，多谢晒花花姐吓。好，我先同 Hugo 拜拜先，拜拜，拜拜。系啦，咁啊，继续啦。喂，其实咧，我哋讲开即系除咗套体育节目咧。听日节目咧，你头先话就揸车啦，就有打网球啦，系网球系去嗰个澳网公开赛嗰度采访嘅报道嘅，因为但凡有中国球员嘅地方，都需要我哋即系中国嘅媒体去报道佢哋一个赛程啊，嗰啲情况啊，因为毕竟咧，其实网球咧四大满贯，即系全球范围内个赛事四大满贯就比较劲噶啦嘛，咁澳网、美网啊、温网啊、法网啊，系啦，四大满贯咁啊。喂，其实咧除咗赛事之外咧，好多 friend 都话喂，你同阿花花姐唔好倾咁多啲体育啦，体育你又唔够人哋叻，咁我当然唔够花花姐叻啦吓。我跑步同你跑步，唔知边个快啲咧？嗱，你唔好挑戰我啦，我係可以傾，我哋真係直接可以傾下嘅喎，真係啊！哇，嗰日你問同阿花姐傾下啲感情問題啦，咁樣其實都好嘅，因為我哋節目一些事一些情嘛，我一路咧咁多年嚟同好多 friend 咧傾好多咧有關我哋 friend 嘅感情問題啊。其實感情問題咧，對於靚女嚟講，會唔會就係一件好 easy 嘅事啦？我覺得一樣嘢我都好神奇，好多人咧會幫我。算命啊，咁犀利，即系帮你合字一算。跟住就会，我听过基本上冇错嘅，就系话我唔知佢哋系咪睇，因为我觉得呢啲人咧佢好叻嘅，可能睇你嘅样啊，即系嚟讲人话咁样样。真系啦，佢就话你即系男性嘅缘分好充足咁样样，就会讲。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会有一个烦恼，不过唔知点讲，好似有啲反而晒，但系咧就系细个时候咩关系啊？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其实。都唔会话觉得自己靓嘅，咁但系咧系后屘谂翻之后，点解会发现呢啲问题咧？就我特别容易俾女性同学排斥。哦，真系噶？嗯，
好容易俾女性同學排斥。咁跟住呢就好多男仔好鍾意同我玩，因為其實仲有一點呢就是我性格好似男仔頭、哦、非常似男仔頭。花姐真係好似男仔頭。冇錯，因為我係點解會咁呢，因為我係阿爸帶大嘅、啊、即係我媽就喺出面做嘢，我老豆等於有少少全職帶我嘅。哦，即係同爸爸嘅時間多好多。所以我個性格真係好男仔嘅，男仔到我而家有少少覺得又唔係咁好，因為太多嘢我過了，我太多嘢自力更，即係自力可以更生，跟住同埋我見到啲男仔做嘢呢，特別你知而家啲男仔偏向呢就冇以前咁man。冇錯啦，冇、yeah, 以前咁 man。咁佢哋嘅教育可能相對嚟講，即係我哋呢一批可能獨生子女比較多，有嬌啲。咁、嗯、所以咧，我先見到男仔做嘢仲唔好，我嚟啦，我嚟啦。即係甚至我可以點咧？即係屋企裏面可以話整個書架啊，裝燈泡啊，跟住即係呢啲嘢係可以我整嘅。咩裝車啊？好似我自己部車咁，我整一台嗰啲好細嘅車仔，我方向盤都自己換嘅，真係好誇張。我覺得好好玩喎，我係覺得好好玩嘅、即係呢方面其實你係真係有興趣嘅。係啦，我係真係有興趣嘅、即係呢啲具體我即係我就唔知啦。過於自立啦，我發現沙洲的女人需要後面係真嘅、即係你個女仔一定要。你要柔弱，咁男仔覺得你需要佢，需要佢保護。咁、你反而太自強、太自立嗰啲咧，有啲人就真係覺得你強勢嗰頭啦。佢就會避一避你。即係你除非真係要好勁，可以控制到我男仔先得。咁如果譬如有啲比較，即係性格可能弱少少啊，或者有啲孖寶啊好啊，或者係點，佢就會覺得你好強勢咯。同埋我自己方面，我就會覺得咁。就對我的照顧少，大家覺得你都 OK 啊，都不用照顧你啦、你自己搞定啦，不用考慮你的感受，不用照顧你，不用關心、你自己都即夜晚你就算自己好夜放工回屋企冇事嘅，一定唔會有事，一定翻屋企，唔會特登嚟接你啊，等等，即係問都我識揸車，嗱、你話好識我識揸車，咁使乜接啫？我即係揾下手問都唔使問啦，係啦，我問身得接啊都唔使啦，我出去過一個鐘兩個鐘嗰啲車程嗰啲地方啊嘛，咁做嘢啊嘛，都係自己揸，但係真係我身邊有啲女仔就我唔識揸車。就有送啦、等等，咁你覺得自己即係每夜深人靜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 down 啦？即係咁樣嘅狀況。唔至於 down 嘅，因為我覺得自己係做到嘅，同埋自強都好過即係靠人哋啦。冇錯啦，你靠人哋嗰啲真係你冇嘅時候，你就真係喊啦。咁、你只不過係話，可能有陣時會覺得點解人哋即係有時會有啲疑惑。為什麼人家可以這麼舒服，是啦是啦，有少少內心有少少不是那麼覺得公平，但是都沒什麼太大問題，不是很影響的、就是這樣，是吧，就是其實呢，就是具體很多東西我不是太了解，但是如果跟花花姐交往當中呢，反而我覺得性格方面呢，花花姐真的很男仔，是啦，所以可以好像兄弟一樣，傾什麼傾什麼，我以前不喜歡跟女仔玩太多，因為我覺得女仔很多事即系食饭啦，我哋食呢间好唔好？呢间太油。Okay. 我哋食嗰间啦，嗰间啊太辣啦，咁跟住咁你拣啦，我唔知喎，你谂啦。即系呢样嗰样啊。OK。跟住譬如话有阵时，譬如话大家出嚟食饭，咁问翻屋企啦，都唔同方向，咁我识揸车嘛，佢冇揸，你送我翻屋企啊。喂，我都唔同你一个方向，但系佢又即系女仔就会俾我觉得有呢啲好奇怪嘅嘢。OK， 系咁，我而家都有女仔朋友，咁女仔朋友就同我性格差唔多嗰啲咯。系，咁、可能即系你所讲嗰啲女生咧，佢一段咁耐时间咧，都系好多男生喺佢旁边，都系咁样喺佢即系服务惯咗佢啊。所以佢系惯咗呢种状态而已啫吓。喂，其实咧咁你觉得咁样？你种性格咪咁咪要揾啲更加强嘅男生先得啦。我唔知喎、啊，对感情嘢我唔系，我哋不如倾下呢啲感情三观，但系唔好倾个人，因为我真系我到依家都未搞明白自己系个咩人，跟住需要咩人咁样，我都谂唔明嘅。太弊啦！我觉得即系暂时，我觉得即系有一样嘢系咩咧？人生确实系咁嘅，即系咧年轻嘅时候系好多嘢唔明嘅，咁、你慢慢大个之后咧好多嘢明嘅，但我觉得我未明得晒、可能你过、即系讲明你仲后生，廿年之后啦，呢、个翻翻嚟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可以问翻我呢个问题，我总结下我嘅人生好唔好？唔系。唔係好知道。講明你仲後生咁樣啊，你即係冇得傾啦。係好多嘢唔明，睇唔明，諗唔明。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為大家介紹牛肉丸中嘅頂流強佬牛肉丸，真材實料，啖啖肉彈到飛起啊！哎呀，喲，飛咗月球添？點解咁彈？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
喂，咁你头先讲开即系感情问题啊，有啲 friend 就问吓，即系我又好似你咁样样嘅吓，都系即系比较男仔性格嘅，但系咧同男生交往嗰阵咧，佢就会变翻即系好女生噶咯，即系佢种嘢，咁佢就唔系真嘅。性格上咁好，我唔知喎、啊。我覺得唔即如果你喺男仔、啊，如果你男仔面前就會即刻變翻嘅話，我覺得就唔係真嘅，或者係可能咁佢喺嗰邊假嘅咧。咁可能佢對男嘅假唔得嘅咩？咁都可以嘅，可能佢就叻咯，咁你咪叻咯，叻咯，系啊，叻咯，即系呢种角色嘅代入啊嘛。我喺呢个位置同男朋友一齐嗰阵，比如啊，咁、我角色嘅女朋友。咁我梗係要佢保護我啦，要佢咩係咪，咁我代入得啱㗎嘛。但係可能啱拍拖嘅時候，咁可能時間耐嘅時候用就即係唔好理你啦，我嚟啦，我嚟啦，咁樣就變返啦。即係好快嘅真面目就會即係好似我可能啱拍拖嘅時候都會小鳥依人少少，耐咗之後都唔好理你啦。唔好理啦，你睇見都猛啦。咁都搞唔好嘅，咁都辦唔掂嘅咁樣樣。咁可能係，咁係以後嘅事啦，即係而家慢慢拍拖，啱啱交往嗰陣，可能其實呢種角色嘅代入，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啊，系嘛啦？喂，点解突然间话好多好似你咁嘅女生嘅？系咪个个女生都认自己好自立、好自主啊？可能系引起咗共鸣吧，跟住你引起咗共鸣，人就会出嚟，可能都会有烦恼。不过佢随住时代，大家可能会比较偏向，即系会去倡导话要自强自立少少咁样咯。系啦，咁佢话咧，即系我系咁样样，但系咧闺蜜咧就系好女生噶啦，一般都系自己嚟嘅。咁、样个闺蜜咁。唔系，佢系讲我咧就好咩，即系好男性化啲嘅。即系性格方面，有个闺蜜咧就呢个 friend 睇下点讲先。佢话我闺蜜同我男朋友一齐嗰阵咧，佢都好娇嗲啊。佢就觉得好唔舒服，呢种状态要点处理啦？俾咗你点办咧？首先我觉得闺蜜嚟嗰个系，我要觉得要分析佢系一直都系咁样样，定系话系见到你男朋友就特别咁样样，系咪呢个两件事啦？咁如果系话，如果佢一路都系咁。一路都系咁，就自己心态咯，咁你调整咯，咁佢一路都系咁，你咪谂佢系不嬲都系咁啊，佢唔系专登噶。我知啊，唔系呢样嘢，佢反而可能唔系太担心自己嘅闺蜜啊，会唔会担心自己的男朋友咧吓？哦，咁可能系啊，因为毕竟系闺蜜，可能成日一齐玩啊，一齐食饭啊等等嗬。呢个女生咧就成日咁娇嗲，咁男朋友真系唔知点噶。咁你要分析呢个男朋友啦。咁呢个男朋友系真系中，佢有可能呢个男朋友咧，佢系嗰种好柔弱嘅类型，佢就中意拣翻啲可能强势少少可以照顾佢嘅一啲女仔。咁如果佢本身系一个可能强势啲，佢中意去显示自己 power 嘅，可能就会拣嗰啲娇滴滴啊，需要帮佢嘅女仔。咁如果都系担心嘅话。唔好一齐，各自各自嘅生活，唔好有啲乜嘢同时嘅。冇错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担心嘅话，我觉得即系呢种佢让佢哋见面嘅机会啦。冇错啦。越少就越好。冇錯，一係你就同閨蜜出去玩，一係就同男朋友。男朋友嗰陣就唔好嗌閨蜜。冇錯啦。係啊，將呢種機會接觸就減少到零，咁自己唔使咁擔心啊嘛。如果唔係咁點啫，係咪先？有時候有啲嘢。估系冇用嘅，解決佢系啦系啦，咁啊尽量将呢个相处机会咧减少啲吓。我好鬼，我好中意咧帮呢啲朋友即系解決呢啲问题。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就有种知心姐姐嘅称号。真嘅嘛？我以前细个其实想做电台节目，我就想夜晚帮人解決呢啲问题。咁紧要，咁叻噶，早知就早揾你啦。但系咧，我又有啲理智，我啲 friend 成日问我嘅时候，我就同佢讲嗱，我分析一下，首先你系咩情况，定系咩情况？因为我同佢好理智咁分析所有情况，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嘛。咁你喂，你分析理智之后，其实你哦，但系事后你觉得你分析系啱多咧，定系成功嘅机会多？啱嘅，我觉得我系啱，但系咧。我因为呢件事蚀个底，点解啊？点解？你讲人听下。曾经我都有一个好朋友嘅，咁即系好好，因为我本身男仔性格，咁我如果我揾到一个好嘅女性朋友咧，其实我系好认佢，好 buy 佢嘅，咁我真系觉得系 friend 嚟嘅，咁。但系咧，我就会一开始我个相处方式就系我真系咧，我即系之前做过啲咩，即系蚀个底嘅嘢，或者系我觉得唔好嘅嘢，或者系我，因为我其实好，我比较早熟。因为我好细个时候就出去拍广告，即系接触社会，4岁我就开始拍广告。哇，所以我一路童星啊你，都唔算嘅，拍广告仔咁啫。咁都系童星。咁我好细个，我喺电视台做嘅，你知道我细个喺嗰个南方少小记者，冇错、啊，南方小记者。所以其实社会嘅活动会多，所以导致我少少偏早熟嘅。所以好多嘢咧，我即系觉得。我真心系同佢讲嘅，即系同佢分析啊。啊，即系呢件事点点点。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啲人真系会，可能佢听咗你讲之后，佢后悔，佢会怪你就系咁样。真系噶？啊，真系噶。你可唔可以具体少少讲啊？举个例咁，咁得唔得咧？
譬如话有个女仔同拍拖，跟住咧佢但异地嘅，咁对方咧就想叫佢辞咗工，去嗰个城市帮佢做嘢，系帮佢屋企做嘢，喺屋企生意，家做生意啦。总之后来我叫佢唔好，咁佢都听。点解唔好咧？你其实你嘅分析嘅，即系你嘅基于咩原因话唔好咧？佢两个拍拖啫嘛，一开始都未定落嚟，咁又唔知道，你又对本身呢个人唔了解，你又对佢屋企唔了解，咁你喺呢个情况下，你抛弃晒自己本身有嘅嘢，你本身系广州噶嘛，你屋企人喺呢度，工作喺呢度，所有嘅朋友又喺呢度，我觉得牺牲有啲大，即系我觉得呢个要睇定啲先，即系要咁轻易做呢啲，要好慎重啦。冇错，佢本身个工，你仲要辞埋份工，本身个工，因为我觉得做嘢系有一个累积嘅过程嘅，你只要唔有太大嘅问题，唔好成日跳槽噶嘛，一般即系我可能。都有少少 old school， 即系啲家长成日同我讲呢啲啊，你要稳定啊，唔好成日跳槽啊，咁样先可以咁样。啱嘅，啱嘅，啱嘅。唔系都有好有唔好。嗯，当然啦。系有好有唔好，即系根据个人情况分析。我依家学精咗噶啦，我而家唔会去劝人哋呢啲嘢噶啦。咁你点啊？咁人哋 friend 问你，咁你都俾意见噶。听完之后咧，就极度撇清自己嘅俾意见。嗱，我系咁觉得嘅，但系你咧就或者系嗱，你千祈唔好听佢讲啊，或者系我讲嘅嘢唔一定啱噶，或者系你做咗咩决定之后唔关我事噶。我咧就我只系个人认为嘅啫，最尾决定咧都系你自己本人决定，系嘛？而且我会同佢讲话，嗱，你唔好净系听我嘅，你要问阿妈，听多啲系啦，你要问多几个人，我就会同佢咁讲啦。依家啊，呢个 friend 话系。哦，即系你个招系只聆听唔建议，就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多多少少都系某种程度讲系啱嘅。其实好多朋友咧，即系想同你倾偈啊，佢只系想倾诉宣泄下啫。其实佢内心咧好多时候系有一答案噶啦，即系佢谂咗点做噶啦，佢定咗噶啦，只话倾诉啊点好咧点好咧，其实佢谂好咗。只要你冇达到佢嗰个目的，佢就会不断问点解嘅，咁点解要咁嘅，咁不断质疑你，直到你话哦，咁其实嗰样嘢都 OK 嘅，我都讲，好烦嘅，所以而家都唔咩，系啦，咁啊大底啊，当然冇问题嘅。我哋喺节目期间咧，我哋阿花花姐系随时俾啲好。佢覺得好正確嘅意見俾大家，大家有啲咩問題呢可以通過我哋嘅直播平台啦，嚟問一問嘅。咁啊，呢個喺呢度咧，我諗啊，花花姐會放開咁同你講噶啦，即係畢竟咧，收斂啲啊，畢竟身邊好熟好熟嘅 friend 咧，其實你多多少少嗰種責任同顧慮咧。会多翻啲嘅，而且我同你讲之前嗰个俾意见嗰个，反咗面啦，反晒，即系你叫佢唔好去，即系后屘有啲其他嘢，但系完全系即系唔系话疏远啊，直情系反晒面咁样，你完全特别系女仔系有啲复杂，我到依家都唔，其实讲真，我到依家唔知点样反，唔知点解个原因系乜，但系咧佢就做咗啲令我觉得好接受唔到嘅嘢，咁我觉得咁就大家就即系，我人生当中我而家长大咗，我发现咩咧，就确实系点解三五知己难求，就有啲人真系人生路当中行下行下咧系会散嘅，即系大家行方向唔同，咁我而家就睇得好开，咁散咪散，系啦，即系各有各嘅人生道路啊嘛，系嘛，唔一定真系要同路啊嘛，而且你散咗一个人，你会识新嘅一班 friend， 冇所谓，系啦，咁啊冇错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咁样嘅心态咧，可以咧就更加咧可以帮到我哋嘅 friend 嘅，我觉得吓。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咧直接喺直播期间咧，可以问我哋嘅花花姐咁啊。我都可以问你啊，我以前都听你啲节目，跟住听到好多好多好正确嘅意见，学咗好多嘢。我记得我有一个词咧，系喺你哋嘅节目度学到，我觉得呢个词用得非常之精妙，叫做暗涌。吓，点啊？就咩？边个词啊？暗涌，暗涌，唔知系一个咩情感问题？大概咧就系话，即系觉得，即系唔知觉得男朋友定女朋友有啲咩谂法，跟住你哋就同佢讲话，嗱，你呢个情况肯定暗涌已久噶啦。我觉得系一个好准确，但又好隐晦嘅一个词。咁样，即系语言嘅艺术喺呢个时候令我感觉到奇妙。系啦。咁啊，令到你更加坚定咧，要做主持啊！系啊，我觉得系啊，我觉得即系主持者学完之后咧，会讲话呢个系一个对语言嘅再艺术再创作嚟嘅，即系一个情商嘅一个讲法，大家都要学识点样讲嘢，系一件好好嘅事情。系咁啊，啲 friend 话系，梗系都喺度问啦。今期嘉宾系边个啊？就可以喺抖音咧搜索张可盈吓，冇错，可爱个可是盈盈嘅盈，系啦，我都系咁介绍。工长张系啦，笑盈盈嘅盈啊嘛，跟住 Coco， 哦，系张可盈 Coco， 冇错。Coco 呢个名字
有一个故事，不过比较简单啦，就是我的名字有个可字啊嘛，咁我阿妈就帮我起名叫 Coco， 但其实依家就觉得都几多人叫呢个名嘅，好多啦嘛，系啊，所以咪叫我花花咯，后嚟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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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以前仲要成日笑话咩咧？自从我叫咗 Coco， 李文就火咗；自从叫咗张可盈，郭可盈就火咗。呢啲讲笑嘅啫，就哦，这样子，这样子啊，自己冇咗考究嘅，但系自己介绍嗰阵可以咁样讲啊，冇错，唔系有人会问咯，你系嗰个郭可盈，有人会认，即系以为系认错嘅，仲、啊 okay、有个张可怡、又系啊，系咁我成日讲话。就系点解你嘅名咁似嘅？我就讲，冇啊，我起咗佢哋先红咁样。啱嘅，啱嘅，系啊，系啊。哦，系、啊，你啲名真系好搭字啊！即系有两个字又同嗰个人一样，有两个字又同另一个人一样咁样。嗯嗯嗯，厉害厉害。啊，咁呢个 friend 话咁样样咧，张可盈啱冇错，我头先讲起啊，张可盈佢张可盈啊嘛，呢个 friend 就话佢话咧，我咧就啱啱识咗个女朋友吓，个女朋友咧就好似花花姐话斋，所有嘢都叫我即系又要接啊，又要呢样嗰样啊，就我觉得就。佢冇讲烦字咧，即系我感觉到佢都觉得有啲烦啦。咁点办咧？其实佢觉得北京时间22:30，我是子晴，宝石广东经济珠江经济台。冇睇广告时间添。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一些事一些情啊嘛。今期嘅嘉宾咧就请嚟咗体育频道嘅花花姐。张可盈 Coco，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可以在我哋嘅直播平台啦，或者喺阿花花姐嘅抖音账号啦吓，张可盈 Coco 嗰度咧就睇到啦。咁啊，我哋好靓嘅女嘉宾。哦，翻嚟咧讲翻头先嘅问题，即系佢觉得我有啲烦啊，点办好咧吓？但系佢觉得呢个女生仲系好嘅，就系呢啲嘢比较烦，所以系啦，又要接啊，又要送啊，又呢样嗰样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是双方的问题，这个真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要知道个频率。如果频率过多的话，确实我觉得即是可能很难讲，因为女仔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她真的要通过这件事去证明自己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或者她真的很想黏住你呢，是不是？但问题有很多事，但我又觉得呢，即是过于不独立又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件事要具体看她的频率的问题。还有可能男仔嘅话俾啲意见就係俾返一啲即係善意嘅谎言囉。即係譬如话。即係你话我唔得闲㗎嘛。啊即係做嘢囉。係呀、啊。我觉得呢啲就。但係你又要一个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道理，你又唔可以话唔得闲下下都唔接係嘛。即係意思呢，你唔能够话次次都拒绝啦。冇错，你睇返个情况。即係个频率啦，比如你三次或者五次拒绝一次啊，都係慢慢習慣咗。其实佢自己都可以做得到嘅。同埋呢啲嘢係真係会有一个惯性㗎、所有嘅包括情感好点都会有惯性，即係一开始係点样你千祈唔好咩呢，千祈唔好一开始呢做100%，跟住后咩降呢，女仔一定係会攞呢件事嚟讲。即係你以前点，而家点样咁嘅。即係你一开始你就有一个保持一个良好嘅度，唔好过于献殷勤。即係讲真就咩呢，各位男性朋友 real 啲。真实少少，唔好一开始太过于献殷勤，之后又变。所以男生特别啱啱拍拖嗰阵，唔一定要即系去到咁尽嘅，系嘛，疏一点点咁，会唔会好啲咧？啊，可以了解一下人性咧，其实好奇妙。佢有阵时咧系嗰两个字又唔系咁好讲，即系太满咧，即系。就唔系咁好嘅，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比较会犯贱，讲真系冇错噶，真系人性系咁，无论男女，我觉得都会有少少。唔系我哋节目都系咁讲噶，两个人拍拖吓，总有一个会犯贱嘅，走唔甩噶，咁啊，即系睇下你系处于一个边个角色。呢两个字唔好听，我哋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系咯系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咁啊，究竟既然你觉得呢个女生 OK 嘅话，咁咪嗲咪嗲啲咯，系咪？系啦。如果你实在得闲，你接送下咪接送下咯，你唔得闲先讲啦，系咪先？系啦系啦，或者你可以同佢倾一倾咁样样，即系譬如用啲善意嘅方式话，即系
咁都冇可能，因为有阵时要教佢一啲自主，即系教佢有啲嘢要需要独立嘅。咁你冇可能同佢讲话，如果我真系唔得闲咧，咁你点算啊？咁你就可以。喂，其实咁样讲得唔得嘅啫？女生接唔接受嘅啫？你要好有技巧。哦 ，OK。铺垫一扎嘢，系嘛？跟住好委婉咁样，呢个就系说话的艺术啦。咁譬如你可以话系咩咧？譬如唔识揸，佢话唔识揸车，你接我咯。系有远啦，我有嘢啦，咁点啫？咁呢啲都冇问题嘅。如果真系攰嘅话，冇问题嘅。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你可以同佢讲技能啊，其实揸车系一个社会人必备技能，越早有越好嘛。不如你去学下揸车啊。系啊，不如我教你揸车啊。O K。咁样我俾嗰啲驾校嘅教练梗系要好啦。咁同埋咧，以后万一真系有咩事，我唔喺你身边咧，好担心你噶嘛。系啊。咁你万一要处理嘅话，你譬如话屋企只狗整亲啊，你送去医院系咪？咁都系有即系呢啲同埋技能啊。你出到社会如果喂咁做嘢嘅话，咁样听为你做男朋友好啲喎。可能我是这样对我的啦。是你乖啦，你不要我接你啦。喂喂喂，做男朋友挺幸福的。不是我惡的，其实有时都是吗？偏强势。哦、OK。咁啊，呢个 friend 话，佢话我男朋友识咁同我讲就好咯，我男朋友全部都系，我唔得闲啊。即系呢个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出嚟啦。我觉得咧，佢哋嘅阶段咧就系已经系应该。即是跑好耐拖或者已经好熟嗰种阶段、即是好熟落啦已经、大家虽然都冇结婚都感觉上 老夫老妻咁、我接我唔得闲去咁样。所以呢样嘢我就觉得女仔有阵时呢独立少少有呢啲能力你唔使求人其实都几舒服。我而家唔鍾意求人。我比较烦呢件事即係自己搞得掂就搞得掂因为你求人哋拒绝你你又唔开心。绝对唔开心㗎。对囉何必呢喂另一个角度讲会唔会拍拖太耐真係唔系几好啦。你觉得拍几耐到就应该要倾下，即系要倾下，即系谈婚论嫁。好似拍得太耐，好似头先真系话斋又唔得闲，自己搞掂啦。咁即系点啊？系嘛？大家都拍到咁耐，又未结婚，你咁嘅态度。唉，呢件事咧系确实我觉得唔系特别好嘅，但系咧、又唔可以话唔可以咁样样。即系我哋而家讲嘢咧，都比较留翻一条路。呢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嘅人，有各种各样嘅情感关系，每一种都系。可存在嘅，同埋有佢存在嘅原因、存在就合理系嘛？系啦，咁、就尽量唔好，因为你会，但系有阵时咧，你太快咧，你又冇睇清呢个人。嗯，哦，就系咧，你有时又，如果你太慢咧，你可能又真系冇嗰个冲动同激情。即系厌，又唔好话厌啦，大家太熟啦，咁啊点算啊？好多都系即系拍到10年啦，咁样跟住好似屋企人咁，好似亲人咁，跟住分手，但系咧就。分手都好似分手，但系唔分家嗰种感觉啊！即系你同佢对方嗰啲就好似亲戚都好 friend 啊，变成亲戚咯。咁其实对下一个又唔系好公平，我说系啊。其实呢样嘢之前都有啲情感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嘅男朋友有一个拍咗拖7年或者10年嘅前女友，以上嘅前女友，你介唔介意咁样样？或者呢个女朋友已经同对方屋企非常之好，虽然佢两个分咗手，但系对方屋企又好中意佢嗰啲，你介唔介意咁样？我觉得我肯定介意啦，系嘛？系啊，多多少少会有啲烦，除非唔知啦，唔知好地地啊，一知。就我觉得介意吓，呢啲都系前任问题，都系系啦。其实你身边嘅女生咧，即系你即系同佢接触当中吓，大概你觉得佢哋觉得几耐结婚咧先系啱嘅，即系拍拖拍几耐啊？即系一般嚟讲，佢哋佢我哋身我身啊，你身边女生咁，我哋即系可以做一个少少嘅小统计咁嘅意思嘛。我谂下先，我要拉翻平均，差唔多都系。1年两年哦，冇而家冇咁耐啦。如果平均嘅话，冇咁一两年，就结噶啦。我见过一个最快嘅一个月。咁啊，呢啲系特即系个案啦，特例啦。系呢一排发生喺我身边，就喺你身边，冇错，好神奇嘅。跟住啊，仲要我系媒人嚟嘅。咁你佢结婚之前有冇劝下佢啊？哇！呢个好神奇嘅事情。喂，点啊？咁样系呢个佢呢个女仔，佢有个特点，佢系所有嘢佢唔会同佢嘅闺蜜讲。即系佢唔会同佢嘅任何朋友讲呢啲，佢一手操办晒所有，直到结婚嗰下大家先知道。咁咯，你介绍佢识噶？系啊，但系冇往嗰个方向介绍，即系就系识个 friend 啫。我估唔到佢哋咁快就分都结埋。而且好神奇嘅，即系一开始我系觉得好神奇。啱开始咧，佢两个识嘅时候咧，个女仔会日打电话俾我。其实佢以前冇同我咁 friend， 日打电话俾我。咦，你知唔知佢系性格点噶？你知唔知佢屋企人点噶？咁摆明系想同呢个男生噶啦。跟住拍拖之后消失咗。
佢再出現就結婚喎。哦、oh, ，good， 咁好神奇嘅，犀利犀利。呢啲嘢就好難講嗬。你話因為人哋屋企人都見過咯，所以你真係冇乜嘢好講，冇乜即係你再俾咩意見？冇啊，唔需要噶啦。都係唔啱噶啦，除咗祝福之外，都唔可以俾到咩意見。係啦，冇錯啦。係啊，到時候自己搞掂，有咩事冇揾佢。哎、你咁担心做咩啫？你真系啊，唉、哎，唔担心啊，唔担心啊，系而家谂开咗啦。经嗰次之后，我又成长咗一粒。O、okay, K， 呢个 friend 话咧，呢啲咪叫一见钟情咯。好多 friend 都认可，佢话真系要激情下以下先可以结婚。如果冇激情咧，耐咗冇激情咧。呢件結婚就會越嚟越遙遠啦，都唔會嘅，有按部就班嘅，有啲人佢都會知道我喺度做，唔係即係大家心中有個數，我喺度做咩嘢，我依家要做咩嘢，我跟住落要做咩嘢，耐咗之後咧，其實因為你結唔結婚，你結咗婚之後肯定都係會有出現一樣嘅問題，唔結婚都係一樣嘅問題，只不過你話你結唔結咁解啫，咁你。都要对呢个感情负责，提前都俾个名分。我觉得呢啲嘢可能，但有啲人佢唔结婚拍好耐拖都冇乜问题啊。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系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嘅情况去有具体嘅调整，冇话我一定要同人哋一样，人哋点样样我就要点样样，我觉得冇乜变。嗯，系啦。啊，呢个 friend 就冇错啦。佢哎呀，结婚真系咧需要一时冲动嘅，冷静落嚟咧，估计咧谂下谂下咧。都系唔结好噶啦，都系唔结好系嘛？呢个 friend 话哦，系啊，佢话我身边嗰个 friend 都系咁样样噶，好太快结婚啦。佢话但系咧，我心入边咧就觉得太快啦，但系表面上咧都系祝福嘅咁样。啊，的确一个月，的确又的确系相对吓有啲快嘅吓。嗯，咁啊呢个 friend 佢就问啦。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赞啊 ,Google 姐好索啦呢个字就唔使多讲一定系㗎。呢个 friend 话唉太了解男生嘅人可能就唔想结婚啦，会唔会咁呢？太了解男生嘅。我之前睇嗰啲咩综艺，就係里面有啲明星佢好耐都唔结婚，你问佢点解唔明，佢话唉早知早啲结啦，而家乜都明晒之后就好难。係咪即係会諗到太多嘅。负面嘅嘢咩？唔会啊，其实结婚会我觉得会现实啲啲咯，即系现实唔系讲物质吓，睇到好多现实嘅嘢，比较通透。即系譬如话你一个男仔，你过嚟同我讲咩嘢，我已经知道你目的系咩嘢啦。系，即系你对我做咩嘢，我都知道咩嘢。咁同埋而家系啦，同埋而家倡导就系、是，我觉得就系要真实啲咯。嗯、即系你一假咧，就我就唔系好中意，我中意真实啲嘅。嗯，哎呀，呢个 friend 佢系咁讲，佢要出尽全力，甚至咧120%咁样去追。多数两个人都不是那么合适的，即是意思呢双向奔赴是比较好的、但如果单方付出呢就不一定是好事、但他说多数呢都不一定是两个人是那么对的嘛、所以呢就要某单方面呢要付出更多努力，比如说120%这样来付出努力，你两个人先可能会走上结婚也好啊拍拖好。那肯定的，肯定会有、会有一方付出多一点，但是呢重点是另一方会有 feedback， 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搞。即是你要譬如我120%，那你都要有80%啊，你不可以得60%啊，或者即是加埋够200都好啊，虽然我多一点。都是要互相的。那么即这个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希望系咁样样啦。呢个 friend 讲，佢话唉唔一定系咁噶。我咧我妹都有男朋友啦，我都未有。其实我而家真系好急噶。咁有咩办法咧？咁样样多啲出去社交咯，真系冇乜特别办法噶。其实嗱，你识男朋友个方式其实无非系几样嘅啫。我觉得系同圈子有关嘅，同埋咧有撇除咗相睇啦，或者係話自己積極啲囉，同埋而家咪有啲 APP。喔係啦，即係一啲嘅社交軟件啦，你識人啦。其實總之就係保持一個積極嘅狀態，同埋一個陽光嘅一個心情，咁多啲出去接觸人。係啦。係啦，千祈唔好因為咁樣而困住自己，我日日喺屋企，我就唔出去啦。即係要社交囉，都係要社交，要識人。新嘅人會帶你識新嘅人，新嘅人會新嘅圈子。係啦，即係簡單嚟講，朋友搭朋友你都識到啦。唔係撒網嚇，係唔係曖昧係做朋友係識人啫。萬一咁有一個有緣人啦，咁其實你拒唔拒絕相睇㗎啦？我真系冇相睇喎，我即系唔讲你啦吓。我觉得咧就系、
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大家讲个相睇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嗰啲咁正式噶啦。咁两个人出嚟见一个面，即系好似网友就好似你话介绍你个 friend 识咁。哦，一班人玩啫嘛。冇错啦，佢当时有同我讲咗，我话喂介绍俾识啊。佢话哦，介绍识系可以啊，不过你唔好譬如话三个人咁样出嚟，你有个局咁啊，你叫佢叫我咁样嘅。咁当时就系咁啦。结果佢又见咗面，一直倾偈同你我啦，好搞笑。系啦，即系多啲甚至乎自己组织一啲局。实在冇人，即系冇人留你。哎，去边你组织局？哎，约上一班人，不如你叫啲朋友啦，咁啊，冇错。唔好单对单咪得。系啦，唔单对单咧。而家网络咁发达，就冇咁尴尬。冇错啦，你出嚟倾下偈，即系见下真人，感觉一下，跟住平时嘅可能三观沟通咧，就系用个微信沟通，咁样样都可以啊。即系唔好咁尴尬。以前可能因为倾偈唔方便啊，所以先需要两个人坐住面对面咁样样，系咪？而家唔使啦。比如讲啦，比如啊，好啦，咁我哋即系好出嚟见多啲朋友嗬，对，比如讲对一个男生，因为你系女生吓，对男生，哎呀，我觉得佢都几好，点样开始好啦？唔系，因为事实上咧，而家系好多女生啊，觉得自己好难识人，好难识到男仔吓，比如讲，就算系有心仪啊，点样开始要容易啲啦？你有冇啲路数可以教一教我哋啲女生噶啦？男生啊，教女生识男生，系。即系比如我一班人识咗，一班人识咗啦吓，我同你识咗啦，我系一个女生啊，我觉得个男生都 OK 喎，咁点样有下一步嘅发展咧？沟通咧，容易啲咧，就系咁嘅，即系我觉得女仔咧就系唔使话去做太多嘢嘅，咁但系你做嘅一件事系咩咧？系俾人觉得佢有机会，即系有阵时咧，你话识男仔就识到噶，咁你识到之后咧，你点样样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其实系睇你俾唔俾佢机会嘅啫。即系呢样嘢就系暗示，即系女仔要做嘅嘢咧，就系俾人觉得你系 available 嘅，即系你系可以嘅。咁下一步就等佢啦。咁如果你都做话公仔出到肠啦，你都好显得你好热情、好积极咁样样。咁但系佢唔踏出嗰一步嘅话咧，我觉得又系有少少即系自己夹硬。如果女仔夹硬嚟嘅话，可能就未必会系幸福嘅。系，即系话咧。男仔咧，我覺得應該係要明顯啲嚇。男仔要去約。係啊，女生咧就會稍稍收一收啊，暗示就 OK 嘅。係暗示俾人覺得你係 OK 嘅，係嘛？係啦，俾人感覺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因為你好明白嘅，其實男仔都好明白嘅。如果呢個女仔對佢冇興趣，佢 feel 到㗎，你問問佢識翻未啊，或者點啊，好多嘢佢會好敷衍咁樣去覆你。係啊，打一句冇一句咁。係啦，咁如果呢個女仔好積極覆你嘅話咧，佢就知道呢個女仔係可能對我有意思，咁我先會嘗試去約你嘅。係。咁你又唔好有啲女仔好中意吊住嘅，咁我吊住嗰啲咧，我覺得唔係咁好，即係譬如話我中意你，咁我反而中意冷淡對你，跟住等你去死咁揾我嗰啲，又係一種人咯。即係我都係話唔排除有呢種性格同埋呢種相處方式。係啦，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為大家介紹牛肉丸中嘅頂流強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呢、這个 friend 话我请教一下，有一个朋友咧初恋咧就系老公啦，跟住咧咪有小朋友之后咧感情完全就决裂咗，佢每日咧个心情咧都好唔开心，点样可以解救下咧吓？哎呀呢啲，我呢度都睇到咗呢、這个。喂你知唔知呢个情况同我身边一个情况一模一样？啊点啊？咁但系就系嗰个系。咁你完全决裂咗，系咪就系离婚咯？系咯，你要问题系咩咧？系咪咁？点解会咁样样？咁同埋咁咪你系想，同埋你自己系想点？系嘛？你系想话挽救定系点样样？首先状态你而家有冇离到婚先？咁决裂啦，咁如果按字面睇，你决裂咗，咪应该下一步就离婚噶啦？仲有咩掹？系咯，完全决裂。冇错啦。咁既然离咗婚啦。咁系咪有就有新面向新生噶啦？系啦，咁自不然会开心啲啦。觉得唔开心，咁亦都冇必要咧喺埋一齐嘅。呢个绝对系真心话吓。佢后屘有一句，佢话但系又因为小朋友又冇嚟啊，感情完全决裂，有咗小朋友又冇嚟，就咁所以内心就好唔开心啦。啊，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好复杂噶啦，呢、這个就涉及到个人三观啦、社会嘅氛围啦、家庭氛围啦，对佢呢个决定嘅影响。
但系呢啲就你唔好俾意见人哋啦，呢啲。点解啊？即系好似我讲嗰啲嘛，你唔可以乱咁俾，因为具体情况，我觉得情感问，我觉得婚姻呢啲就唔好提，即系可以系嘛，系咯，你拍拖可以嘅。唔系，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咁噶，我觉得咧，其实。即系我唔可以理佢啦，比如系我呢、這个人系我啊、我就会离婚嘅。哦，比如系我都会。因为有小朋友嘛，咁、你两个人咁样日日都咁唔开心，小朋友都肯定唔开心噶啦，系咪先？咁何况做乜啫？系嘛，大家都咁后生，系咪先？佢又唔开心，你又三个人都唔开心，呢个婚姻嚟，孖手三个人都开心咧，系咪先？系，但系讲、我咩宁教人打仔啊？诶、呢啲系，所以系封建思想。所以呢啲你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万一你讲咗又有人攻击你啊？唔系，嗰啲就系封建思想嚟嘅，我哋唔可以包容你封建思想。关键系啊，关键就系你自己要开心。嗯，系啊，咁你生活系嘛，有咩必要咧？大家咁唔开心啊？呢个 friend 讲，喂，不如咁啦，你哋讲女生追男生呢唔得嘅，要讲男生追女生，即系换翻转头先话，如果有意思啊，男生点样主动俾呢个女生？嗱，其实头先已经讲到两个情况分析咗啦。首先，你接触个女仔，你要感觉佢对你有冇 feel 先。系，如果佢系对你完全咧系真系好冷淡嗰啲咧，你夹硬嚟咧就真系冇乜必要，都有夹硬嚟嘅方法，但我劝大家唔好咁样做。系啦，唔好走极端。咁、我哋正常啊，讲紧男女朋友正常交往嘅情况下咧、你首先你要感觉到人哋对你有冇感觉先。咁有感觉嘅情况下，你咪选珠尖尖咯。咁咪一开始先倾偈，咁啊倾下偈仔咧，你可以帮人点下外卖啊，系嘛？哎呀，啊、做啲少嘅嘢先得噶，点下外卖？咁你起码你识佢，你唔知道个屋企，你都可以知道他公司啊。咁啊，做啲小嘢先，做下做下之后就买点外卖。唔系啊，或者送啲小礼物仔啊，下午茶冇错，或者咧你又唔好咁明显，有啲方法咧，譬如话你知道佢公司啊嘛，你咧就做嗰种啊，女仔有样嘢好中意嘅系咩咧？系偏爱。同埋爱屋及乌嗰种感觉，即系咧，譬如话我知道你喺边度做嘢，咁其实我想对你好嘅，但我请晒你成个公司嘅，或者呢个组嘅人饮下午茶，但你完全你呢个时候女仔咧，你要俾佢同埋咩啰啰挛嘅感觉，佢系咪因为我咧、啊？你要俾个女仔有少少咧思考同埋迷惑，跟住最后再确定，你唔好俾人哦嗱，你有一招比较高嘅就系、你唔好俾人觉得一开始佢就向住你嚟嘅，即系譬如话、那个男仔一追我，佢就向住我好明显嘅，咁可能会有抵触心理，或者系会有。先入为主的心理，但系佢一开始咧，慢慢慢慢，可能佢先对我身边人好啊，或者我有时就会喺度谂啦，佢系咪中意我定点？等我有一种谂法，啰啰挛嘅谂法，跟住最后佢确认，我就会好开心，即系。人嘛，人性，我哋要了解嗰种、人嘅人性，但系前提都系呢个女仔系要对你有 feel 嘅，唔可以话系你同佢讲嘢，跟住佢都系冇乜嘢好讲嘅，跟住同你讲嘢都系日日就系、我睡了，望紧，咁呢啲一阵揾你，咁呢啲系啦，一个字嗰啲即刻可以，系即系唔使拉黑或者删佢，多多少少咧，即系好似啊头先啊花花姐话斋吓，多多少少都有啲欲擒故纵嘅吓，仲系咧，即系仲系要有啲技巧嘅，即系无论系追男仔好，追女生又好噶嘛，呢个 friend 话，哇系。请全公司会唔会太明显咗少少啊？系咁啊，唔系全公司嘅，全公司好大噶嘛，有啲可能系个个组啊，个 group 啊，个办公室啊，佢有啲 team 啊，系啊，同埋成公司嘅话就未沟到佢破产啦，系咯系咯，好似个电视台啊，你把握下把握下，几百人几千人点解？几千人咁啊？唔系嘅，当然呢样嘢就睇个呢个有啲 friend 有其他建议，佢不如咧你去佢公司游下啦，扮下偶遇啊等等啊，即系各种各样嘅方式方法啦，咁啊都要。做即系当然唔好就系唔好咁行啊！你明明对人哋有意思就问食咗饭未啊？咁呢啲女生听见都好闷噶嘛嗬？哦，有阵时可以譬如话发生咗啲咩热点嘅事啊，可以同佢讲，喂，你知唔知发生咗咩事啊？同佢倾下偈噶嘛？或者呢件事你点谂啊？或者咧就系、是、冇事揾事倾咯，搵啲嘢俾你听下咁。同埋搵啲共同爱好咯，得闲去睇下佢微博，睇下朋友圈中意啲咩嘢，跟住咧你又唔好话，你中意咩啊？我又中意咁啊，又好假噶啦嘛。你就系、是你可以譬如话你见到个女仔中意钓鱼。咁你可以譬如话同佢讲话，我琴日去钓鱼，点点点点点，跟住你如果中意，佢就会问你，你去咗边啊？即系感兴趣嘅话题咁样咯。系啦，譬如讲有宠物啊等等，各方各面嘅，通过一啲中间嘅介质啦，咁啊觉得佢，个女生就觉得，点解我同你好似好夹咁啊？系啊，俾人有一种错觉。系啦，我同你讲有一件事咧，系我以前咧会你成日做啊？唔系以前成日做嘅，系
我而家翻转头嚟谂咧，其实唔系好啱，但系呢件事又比较真系会有用嘅嘢就系咩咧？譬如我唔中意一个男仔，我对佢冇感觉嘅。嗯。但系如果有一日我个闺蜜或者我个朋友同我讲话，咦，佢好似中意你。啊。跟住我就会开始注意到呢个人啦。OK。跟住我就开始谂，佢系咩？跟住睇一睇又觉得，诶，佢好似都唔错。跟住又开始对佢有少少感觉啦。哦，这样子。诶，你又可以先攻略佢嘅。O K， 吓，即系先行下，即系。旁边人冇错，我完全系，譬如话我喺讲呢句话之前，我完全唔知呢个人咩人，而且我都冇注意过佢，完全冇 feel 嘅，冇 feel 嘅。自从我个朋友同我讲话，啊边个边个好似中意你，跟住我就会，哦可能大家譬如我翻学啊，点样读大学啊嘛，咁啊你上课嘅时候，你可能就会，诶系咩？跟住你就会夹佢，留意翻佢，跟住你见到佢系夹你嘅死啦，跟住就会开始，哎呀，落落乱啦，暗涌啦，系啦，即系可以通过身边嘅人啊，即系放下风啊，咁样样啊，咁啊先将佢身边嘅人咧同你好熟络嘅话咧，自不然咧，咁好多时候嘅。一齐嘅约会又好，食饭又好，唱 K 又好咧，都嗌埋一齐啊嘛，咁咪有机会接触啦。人话都攻略到闺蜜啦，就唔使攻略佢。咁有时唔系个个中意噶嘛。系咯，而且咧，女仔吓唔系我啦，咁女仔好多时候咧，唔系特别中意嗰啲咧靓过自己嘅闺蜜嘅。呢个 friend 话：，哎，我知啊，俗称撩机啊，系啦，撩机啊。啊，呢个词我唔系好常用，但我大概知咩意思。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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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旁边嘅嗰啲身边嘅 friend 啊，身边嘅 friend 咁啊。呢个 friend， 喂，呢个美女主播系边个嚟嘅？介绍认识一下。系啦，就系我哋体育频道啊，广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嘅我哋嘅花花姐张可盈。嗯，系啦。呢个 friend 喂。今晚有冇连线 Hugo 啊？有啊，之前嗰半个钟咧都有。佢而家揸紧车，都有连线系啦。佢而家揸紧车去玩，所以咧就唔方便一齐倾偈啦，咁样样啊。啊，呢个 friend 话：，哇，今晚嘉宾好靓波咁啊，几好啊！当然靓啦，唔靓点请上嚟啊？系咪先？我哋唯一请上嚟嘅要求就系靓。系咪咁？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啊，呢个 friend 话：，唉，其实我都唔知点样揾佢啲闺蜜，即系呢个方法之一啫，唔系净系靠呢个方法。你唔需要闺蜜，梗系冇计，用其他方法啦嘛。咁你就共有噶嘛，你肯定识佢系有个方式噶嘛。系啊，你两个唔系无无啦喺街度撞到识咗，肯定就有个中间人识噶嘛，系咪先？咁可唔可以通过中间人慢慢再将两个人嘅关系更加熟一啲咧？咁啊，制造啲偶遇啊，整下啲方法啊。系啊，咁啊呢个 friend 话：，唉，我明啦，唔系撩机啊，俗称。针，即系有针。边个针啊？针倾偈嗰个针啊？即系我啲针喺你旁边啊、哦！有眼线咁样。系啦系啦，有线人嘅、啊，有啲咩咧都系帮，即系帮我嘅。啊，有啲咩都通风报信。系啊，我哋好有用噶呢一招，喺隔篱扇风嗰啲。如果你识到一个咁嘅人，你基本就成功噶啦。其实系啊，真系好有用啦，你都觉啦系嘛？即系嗰个人咧，佢仲要唔可以咁直接嘅。佢譬如讲，譬如话你有人喺楼下等你，跟住咧人说，嗰个边个嚟噶？唔知当边个嚟咁做呢啲嘢，边个嚟噶？哎呀，边个嚟？啊，又几靓仔喎！系啊，就系呢啲最有用噶啦。咁你真系咪先？如果有个咁嘅人，你掂硬啊，唔使谂。而且你可能佢未追你之前咧，你喺个侧面讲话，你知唔知啊？边个边个嗰个 friend 啊？哇，好优秀，点跟住点讲一段，跟住到佢真系接触你嘅时候，佢就会对你有一个滤镜。系啊，佢已经有一个即系。基本嘅認知啊，握手就係同你個 friend 嘅，即係嗰個針嘅口中講出嚟噶嘛，啊呢樣嘢好緊要啊，咁啊呢個 friend， 唉、哎，知啦，我明噶啦，我就爭個針啫嘛。喂呢样嘢冇计喎，系咪先？我帮你唔到喎，所以总嘅嚟讲就系你要交由广阔啲，请啊，即系咧佢个同事，你见到个同事收工，发工资俾佢，诶、你系咪边个同事啊？我发工资俾你做，系啦，得唔得？即系对佢身边嘅人好啲咁样吓，咁啊，比如讲你食饭啊等等，多啲对佢身边人好啲咧，自不然就会帮你嘅，人就咁样啊，系嘛？系，佢受得你人情，佢自不然就系入偏向你噶啦嘛。吃你的就口软嘛，对呀、啊、对呀、啊，就系、是、收你的就手软，系啊，所以就咁样样吓，所以咧对人好咧，总系有好处嘅、嗯、啊，无论对自己又好，对他人又好啊，呢个 friend 哎呀系总讲啦，我都识，我用呢招就好啦，咁啊当然我明嘅，我明嘅，早啲听节目啊嘛，呢个 friend 话善人咧都需要揾一个聪明啊，唔系咧就会俾佢善一镬，系啊，喂有啲咁嘅个案嘛，群众里面有坏人噶嘛，都会噶，系啊。是啊唔系啊，有啲人佢系咩咧？佢就譬如都有噶，譬如话个女仔佢见唔得优秀嘅男仔追佢闺蜜，哦，即系见唔得人哋好。同埋咧，我都有试过，我有个闺蜜，
我单身嘅时候咧，我系唔希望佢拍拖。哦，点解咧？因为我冇人陪。跟住咧，所以即系大家一齐单身。系啦。哦，或者就大家一齐拍拖。跟住呢，佢好兴咩咧？每日晚黑咧就打视频，嗱，睇下佢喺边，系咪翻咗屋企？冇去男咗屋企啊嘛。OK， 得冇出去蒲啊嘛，冇出去唱 K 啊嘛，冇出去识人啊嘛。OK， 得吸。咁嘅人都有嘅真系，唉，真系好玩啫！即系闺蜜之间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唉，咁啊，即系最好系大家一齐单身。晚上大家一齐拍拖，或者四个人一齐玩又好啊，最好系咁啦，理想状态啊。唉，呢个都难嘅。肯定难啦、啊。我觉得三个好啲啦。点解呢？系你好难就到呢啲，你要同佢 friend， 你仲要对两个男朋友都 friend， 唔一定。唔系噶，唔系咁样嘅咩？比如讲，唔一定要 friend 嘅，比如讲，你就系两个闺蜜啦吓。嗯。咁各自有男朋友，咁都会一齐约出嚟玩啊，约出嚟食饭啊，咁好正路啊，我觉得。唔系嘅咩？都正路嘅，都正路嘅，都 OK， 即各有各噶啦，都可以嘅。几勉强啦，你讲。唔系，即都我哋即今晚嘅主题都系呢个世界上咩嘢存在即合理啊嘛。系啦，即边种嘅咩嘅可能性咧，都会有可能嘅吓。系啦，咁我哋话我呢而家我识睇时间，我哋仲有几秒钟咧就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嗯。咁啊，下星期六我哋再见，多谢晒 Coco， 拜拜。哎，想多謝你咯，好嘛？喺嗰度多謝啦。阿卓哥，多謝邀請嗰啲。佢好急啊，唔係佢嗰度扮嘅廣告出嚟啦。啊，節目結束啦，係啊，節目結束啦、啊，大家都識聽粵語嘛，都差唔多要落播咯喎。落播噶啦。下播了，下播啦。下播啦。时间，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聊着聊着，我们今天准备的话题都没有聊到，就结束了。OK， 还有东西要聊是吧？啊，如果要聊我们这个话题的话，那可以聊到就是聊到明天。对，我们领导对我的评价就是话痨。不好啊，话痨不好吗？我不会，我不识发红包我，年轻人我要发红包咯。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深过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颜，羡慕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食言，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雪月越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慢，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望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
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绝不可以涉嫌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不强求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差多一个本款，未来新世界怕被结果。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